你这种求婚根本就是恐吓。啊，不过甲别人的无同款，真是合检察官的太太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我得跟你靠起来啊。你若是无要和我接电话，阮爸甲雅婷拢会怀疑的。你若是接电话，你就会看我离开。爸，老婆，伊家公要被绑死，我就不需要老平之后。太羞愧。你想你的心，我也不想要再看到那老白痴。